先是脚弯起弯着，到最后脚伸直，这样会比较轻松。然后呢？okay, okay, just, 学弟啊，脚要弯。后面伸一下，后面伸。屁股屁股。那手手要不要？See how they're already starting to bend? Stand up straight. Stand up straight. Does everybody see what's happening? See how he's bent and sticking out like this? Wrong. I think it's wrong. 把人伸直了，把整个人伸直了。Yeah, it should be up. Yeah, 把手往上推，待会儿过来再手要往上，手往上推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往上推，手往上，人往前，人往前，人往前，一直往前，往前三，等一下，大学，等一下，我们你们两个姿势换一下，我们的手的姿势换一下，很轻啊，你的脚能不能再弯一点？然后 ，OK。这样子脚不要弯了，张勋再快点，你们两个没对齐。你脚弯着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如果一直都这样，就屁股挺着，到最后是很难在一起的。手还是挺的，手竟然要往上用力啊！手千万不要用，手千万别往，别往，别往下。跑得慢了，挺住啊 ！Move， 不要晃。Move， 手往上。Apply， 手往上。OK， 看吧。Move， 啊，手往上，手往上。脚伸直的吗 ？OK。你把重量放在他身上。You ready to catch? Put your arms out. 休息。OK。They put a lot of trust in us to catch him too. Come on。Come on。哎，学弟，脚要弯，把重量都放在这个杆上，知道吗 ？Good job， 呜呼！